这是2016年北京初冬的一天，数学家华罗庚曾经居住的家，如今是儿子华俊东和儿媳柯小英在那住。空闲的时候，他们会翻看家庭相册，重温他们家经历的那些艰难动荡岁月。他们知道，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也是父亲华罗庚几次选择归来的原因。抗日战争，他在英国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逃难嘛，逃难逃到昆明，昆明的时候条件很差，他就从英国就到了昆明，到那时候叫西南联大。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华罗庚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近8年时光，发表20多篇论文，完成2部数学史上的经典专著。1948年春天，38岁的华罗庚接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聘请，担任数学系正教授。随后，他的妻子、孩子来美国团聚。平静的生活仅仅过了1年多，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华罗庚决定回国效力。回国后，华罗庚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这是他与清华学生在一起的印象。归国途中，华罗庚还公开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原因很简单，我觉得他就是爱国，因为他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家庭也好，国家也好需要的时候，他动作很快。华罗庚回国后并没有从事纯数学研究，在个人学术上也没有新的突破，他转向了应用数学以及培养中国的数学人才。华俊东理解父亲的选择，因为国家的需要。随着海外学者的陆续归来，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56年1月，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思想，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不久就开始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归国科学家为主的近600名科学家参加了科学规划的制定。这次科学规划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和12个重点任务，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在这张科学规划的大合影中，与国家领导人坐在第一排的有归国的数学家华罗庚、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其中还有一位67岁的老人，他是从英国回来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新中国建设急需的矿产资源开发需要他来主持谋划。邹宗平是外公李四光回国后才出生的，对外公的回国经历他也是长大后才清楚，因为在国内国际科学界的声望，李四光的归来对新中国的建设意义重大。邹宗平手里拿的就是那时国内媒体对李四光从英国归来的报道，当时国家领导人从新中国建设需要出发，
希望他除了在科学院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外，还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的主要责任担当起来，因为这是当务之急。中国说是一穷二白啊，一般人想想就是缺吃少穿，实际上不光是这个，更重要的是这个不是说没有资源，而是资源都在地下埋着，没有人去把它找出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李四光最忙碌的时候，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还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此外还有自己的科研工作。但他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根据国家需要。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新中国的地质队伍发展迅速，也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国家建设找矿的热潮。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全国地质队伍发展到了20多万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地质工作者是解放前的60倍。对71种矿产进行了勘探，其中有64种取得了储量，成果巨大。李四光纪念馆摆放着一个特殊的展品，一台被称为采油术的实景设备和一瓶原油。这瓶原油在这里已经存放了很多年头，这是20世纪60年代大庆石油大会战后那里的人专门送来的，以此表达对这位中国现代地质学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主要奠基人的敬意。正是李四光归来后，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全国石油地质普查，打破了中国贫铀论，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担任地质部部长之前，李四光还有一个身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6月的一天，他去拜访中国科学院另一位副院长竺可桢，商讨筹办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因为从英国回来，李四光熟悉那里的冶金化工留学人才，他向竺可桢推荐了一个人，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年轻讲师柯俊。柯明是柯俊的儿子，父母去世后，家里依然保持他们在家时的摆设，包括桌上的这些照片。这张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金属协会全体成员的合影，前排右边第六个就是柯俊，当时他是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的终身讲师，学术突出。当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要他回国筹建新中国第一个金属研究所时，他立即向伯明翰大学提交了辞职申请。2年后，他的申请才被批准，柯俊回到了祖国。柯明对于父亲回国为何要创办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化学专业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于是他去了父亲任职的北京科技大学，希望在学校档案馆有所发现。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工业是发展的重点，其中钢铁工业是优先目标，甚至这一国家需要的科俊选择去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也就是现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一到学校，他就提出建立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他要加速培养适应钢铁技术迅速发展和从事交叉学科新方向的人才，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这个是理化系习武委员会会议记录，
为工作需要，决定将委员组织机构做如下调整：成立物理化学系，柯俊为物理化学系主任。行，那你坐吧。坐吧，坐这边，坐这儿。坐这边。哎呀，这太珍贵了。在整理父亲的资料时，柯明才感觉到了父亲当年在英国时的学术水平。论文刚在过热过烧后的经历间接现象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51年，柯俊还首次发现并提出缸中背阴体切变位移运动，其转变受溶质控制的机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回国后，在新中国的第一次科学奖评比中，柯俊的缸中奥氏体中温转变机理获自然科学三等奖。如果回国继续全心搞科研，柯俊是轻车熟路，深入一点就能出成果。但他归来后选择去了学校，甘愿平凡，默默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钢铁人才，同时瞄准国家需求，开展了一系列战略材料的研发，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正是以他为首的多位科学家的前瞻判断，使得如今我国的超级钢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这是中国铁路电气化奠基人曹建友在美国留学期间拍摄的家庭电影。1949年10月，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曹建友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晚年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忽然看到祖国的光明，那种从死灰中复苏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1951年，曹建友携妻女回国。他们回到一穷二白的世界，回到了连电气化都还没有普及的世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我就是要赶超这些欧美国家，我要让我的祖国更好。曹建友在美国留学期间，先是攻读电力系统和自动化专业，之后他转向高能粒子加速器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为了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曹建友没有继续原来的专业，而是选择了一个国内空白的铁路电气化。1956年，曹建友参加了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这是一张交通运输组分组讨论的照片，正在做笔记的就是曹建友。这一经历对他影响很大，日后他总结道：在规划中使我进一步加强了全局观点，分别出其中轻重缓急的程度，从而认识了自己所从事的科学工作和每一门科学在整个国家规划中应处的地位。曹建友归来后，从国家需要出发，决定把培养电气运输、铁道电气化专业技术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当时国内没有电气化铁路，之前也从没办过这方面的专业。慢慢走，慢慢走。你坐呢？他这个你看，他写的整流器的状态、变流器的状态，在这里。哦，整流器。电机的。对。你是震动是？你看，每平的电，这震动的这个幅度、加速度，哎，对。哦。靳帆是西南交通大学电气专业的第一届学生，谢宇老师陪同他来到了学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去乘坐实验产品磁浮列车。在现场他看得很仔细。当年正是老师曹建友前瞻性战略眼光，
支持磁浮列车基础性研究，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不仅如此，金帆觉得老师曹建友回国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更是意义重大，使他为我国铁路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文章的题目是我国铁路电气化的途径，曹建友首次提出当时铁路电气化的科学技术问题是电流制的问题。他从世界电力牵引的发展趋势和国外经验出发，明确提出我国铁路电气化应用采用单向工业频率交流制。他这前瞻性观点避免了走弯路，使我国的铁路发展一开始就走在了先进又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学校有一个准子书院，他评我的名誉主席。最近他们要来一个，要我讲一个网课。沈志云，高铁领域的先驱科学家，他参与推动和见证了中国高铁技术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但他忘不了一个人。1996年，他主持的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第一时间就去请曹建友。我骑的是我老伴的三轮车，江滨的三轮车。带他去看了实验室哈，然后曹老很开心的样子。对，你看笑眯眯的。沈志云念念不忘的是，当年他的实验室在申报过程中得到了曹建友的大力支持，并对如何申报提出了具体意见，还亲自为实验室取了一个简明易懂的名字——牵引动力。您现在都98了吧？97，还差一个月。哦，太厉害了！5月份生日。潘启静老师是曹建友的同事，也是学校最熟悉曹建友的人。来到机车博物馆，他就会触景生情，想念与他一起工作很多年的曹建友。想起他在中国铁路电气化发展中绝功至伟的贡献。1997年，曹建友去世，子女尊重他的生前遗愿，将部分骨灰撒在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上。这是他归来后奋斗的事业，并由此开启了我国电气化铁路发展的辉煌历程。2023年5月16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来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参加高能论坛。他已从加速器到太空，与中国科学家共同探索基本物理50年为题做报告。报告会上，他提到了一位1950年从美国归来的物理学家，他就是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设的开拓者赵忠尧。我第一次见他是1975年的11月，我第一次到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去拜访他一次，然后1978年他到上海访问。这位科学家脑筋非常清楚。这是丁肇中当年与赵忠尧的合影，他认为是赵忠尧的工作改变了自己的实验，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要不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过程，就没有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也没有今天的物理研究。
高能物理学家郑志鹏是赵忠尧的学生，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和广西大学校长。郑志鹏受老师的影响很大，也跟他同事多年。在赵忠尧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报告，里面讲到了老师赵忠尧当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成就。他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了正念的淹没和产生的现象，但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1946年，因为在核物理研究方面的成就，赵忠尧作为中国的科学家代表前往美国，参观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群岛的原子弹试验，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大学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同时受国内的委托，筹备中国开展核物理研究所需的器材。1950年8月，当他带着购买的资料登上回国的邮轮时，出现了麻烦。丁兆军是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博士生导师，对赵忠尧回国的经历和重大影响有过研究。当年赵忠尧乘坐的邮轮行驶到日本横滨时，被美国政府扣押，被监禁47天后，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才回到祖国。这是赵忠尧回国后利用带回的物理器件组建的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他的归来拉开了新中国的核物理研究的序幕，还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杰出核物理人才。而在他组装的加速器上实验测量出的数据，也为即将开启的中国一项秘密工程“两弹一星”研制提供重要帮助。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回来了。回来后，他们也把国家的需要当作自己的专业，运用在海外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攻坚克难，在民生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